大园呢，因为端午节的关系，我们举办了罗年香的体验活动。那罗年香呢，是台湾早期的香包，使用的是天然的香料制作而成。那我们今天举办这个罗年香的亲子体验活动，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传承呢，能够交给下一代，让下一代知道我们台湾早期的好跟美。刚刚罗年香是不是一个人？罗年香不是一个人，罗年香是这个香包的名词，然后它是以这个名字来取，就是罗年香、罗梁这个名字的来称呼这个香包的名字。那以前它是利用制作香的剩余的材料来做的，所以它全然是纯天然的素材。啊，很难学习吗？它其实透过老师的教导，因为我们已经把它配方化了，所以经过老师的教导，它调配之后马上就可以使用，方便，非常的方便而且简单。那这次来的有多少的亲子？我们今天举办上午跟下午两场，每一场次呢大概是100人左右，然后有彰化周边也有台中周边的那个的乡亲朋友一起来参与。都免费吗？完全免费。我们在成美工厂有准备一些彩蛋的闯关游戏，透过游客来这边寻找彩蛋，然后透过故事的闯关，然后来寻找彩蛋，然后找到彩蛋之后呢，还可以兑换我们今天精心准备的精美礼物。那这个彩蛋好不好玩？这个彩蛋本身，因为我们端午节本来就有立蛋的习俗，那我们透过这样子的话来做一点创新跟改变，然后透过寻找彩蛋游戏来了解我们成美工厂的美。啊，可以换奖品吗？可以换奖品，我们有准备了10来份的精美礼物，想要送给那个游客。第二次来参加这个罗年香的活动，很感谢成美把这个让小朋友能够一起跟家长能够一起来做这种亲子的活动，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活动。谢谢。你要住哪里？我住附近而已。住在幸福家庭的住一个狗非常幸福的大楼道。这个活动很怀旧哦。对对对。小朋友玩得很高兴。可以让小孩子认识到一家族那个罗年香的那个怀旧的感觉。就是这次成美比去年办的进步很多，所以今年就是因为有空管，所以比较不会说人很多很杂这样子。今年就觉得进步蛮多的。第二拍拿出我们的赞啊，1、2、3，赞。